蛋糕做的奶油卷太普通了，水晶奶油卷你试过了吗？制作方法非常简单，白砂糖、白凉粉、白开水一起小火煮开，把橘子平铺在盘子上面，然后倒入刚才的白凉粉凝固之后翻靠过来，然后疯狂的加满奶油，放入三个橘子，再疯狂的加满奶油，卷过来之后一刀切开，非常好看的奶油卷就完成了，是不是非常人性化？再见。抖音。